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10天，病人伤口恢复良好。之前有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。破伤风打过了吗？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，手术当天注射，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。术后第3天，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，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。 我这腿什么情况呀？着急啦！哎呦，说不急那是骗人。我是个军人，虽然战争结束了，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。而且不瞒您说啊，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，那腿里边打了2根钢钉，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。 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，你伤得比他重，得好好养着，别着急啊。